大家好，我是海婷，今天我们来吃鸡骨棒。我觉得鸡骨棒很好吃呀，如果说那种没有肉的鸡骨棒，那肯定就不好了。这个还是有点肉的，我挺喜欢啃的。孜然味道我好喜欢，很舒服啊，但是很入味，里面还有骨髓呢。再吸一吸，有汁儿呢。我感觉我吃的这个肉也不是说特别少吧，对不对？还可以，至少有点肉。很方便，咬咬骨髓，吃太多了，很好咬哎。好吃，它其实主要是吃两边脆骨。还可以啊，两个最少它基本上都会有一点，都会有一点肉。我这一大盘是一斤，我把它吃完就一斤。吃过最好吃的鸡骨棒了，骨髓，有点噎，吃太快了，好吃，啊，到我鼻子了。爽歪歪。